小可爱，今天怎么只有你自己啊？万物皆有定数。是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你别吓我啊！从那天起，我的身体像是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某种媒介，可以接收到不同的讯息，比如与猫通灵，还能看见另一种人。你的掌心出现人名，代表这个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不止，意味着命不久矣。具体时间没有规律，我记得时间最短的一次，是我这个朋友。一个月后，他就不在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啊，不好意思。我恨这种能力，总觉得他夺走了我的好朋友，还有其他鲜活的生命。自那以后，我就长期佩戴隐形眼镜。也许是沾染了人气，右眼再也没有发作过。我以为噩梦就此结束，直到……所以，你右眼的故事是想告诉我，我即将命不久矣吗？我不傻，很早以前就察觉到你的反常。我不会让你有事儿的。沈家的百年诅咒，从我太爷爷起，已经持续了太久，也该是时候结束了。所幸，你没有抗争过，所以即使失败了，也没有遗憾。相反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。我不准你这么想。曾经那个目空一切的沈周去哪儿了？你难道不想永远陪着我吗？只要你愿意，什么诅咒我都可以破解的。我知道，可我不想让你冒险。只要我把自己的异能献祭出去，你就可以平安。但有一个条件，需要你答应。什么？一旦诅咒破除，你的眼睛永远不能复明。我决定了，我要献祭异能，你告诉我具体的解咒办法。沈周能甘心一辈子都看不见？他双眼失明不就是因为诅咒吗？只要诅咒没了，他应该会好起来的。幼稚！一次献祭只能解决一个不幸，如果是诅咒，因诅咒引发的其他影响不可逆转。否则诅咒一旦解除，之前枉死的人岂非都能复活？你选择诅咒，那他这辈子再无光明。
我拒绝。沈舟，我知道这很难接受，但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，不是吗？难道要一直活在黑暗里吗？我宁愿死，我也不想活在这无限的痛苦之中。我可以做你的眼睛，你想去哪里我都可以带你去，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沈舟，我希望你好好活着。其实你去见我二叔的时候，我都知道了。我二叔有句话说的不错，人只要是有牵挂，就会催生欲望。你的欲望是想让我好好活着，我的欲望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曾经你意气风发，众星捧月，我遗憾没能与你相识。如今，你我相识于落难之时，多少有点庆幸吧。否则，你眼里不会有我，也根本不想看到我。以前的沈舟，根本不会将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手里，而现在，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默默守护着我。你知道，我最想看见你的样子，我想将你的模样深深地记在心里。无言，我想看见你的右眼，可以吗？看见我有那么重要吗？即使你看不见我，我也会陪着你啊。有些事儿就不是那么讲道理的呀，比如遇见你，想见你，都是。真傻，值得吗？值。如果你的诅咒马上就发作了，值得吗？值。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值得吗？能看见你，那一眼便是万年。值。无言，成全我吧。这枚银元见证了我们的相遇与重逢。只要我们对彼此的心意不变，信仰便是不可磨灭的，献祭才能成功。你愿意交换吗？我愿意。沈舟，如果恢复光明，你最想去哪里？有个地方，我只想带一个人去。哪里？缘分开始的地方。无言。沈舟，
你能看见了。从今以后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能找到你，寸步不错。我听猫狐说，如果献祭之日能看到阳光，就会受到神的祝福。那你想要什么祝福？我想要变成一根针，扎到你心里，永不分离，让你永远都忘不掉我。还真霸道。嗯，那你喜欢吗？不喜欢。可是，我爱你。沈周，沈周，难道诅咒又开始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！别过来！能看见你，我很知足。只是可惜，我不能陪你走下去了。无言，放手吧。不，我不。沈周，沈周，沈周，不要离开我。你昨晚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就晕倒了？而且睡到现在，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梦到你诅咒发作，然后不要我了。傻瓜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的吗？那。你现在能看见吗？还能听到钟声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现在好好的，一切全都过去了，而且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就算是犒劳你了。我不要礼物，我只要你听话啊。嗯。还好是梦。沈周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我找到了解除诅咒的办法，你想知道吗？真的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多亏了你的信仰之说提醒了我，神之所以被世人供养，所以才有了信仰，而没有信仰便不再有神。诅咒如果可以消除它所存在的痕迹，那么诅咒也将不复存在。可是这跟红线和八音盒有什么关系啊？还记得我跟你讲那个关于诅咒的三个故事吗？嗯。第一个是誓约之中代表着不能信约而来的人，而八音盒则是见证，红线便是转移诅咒产生的意外相逢。如果没有诅咒，你我的确不会相识。那第三个故事呢？第三个故事代表不离不弃的爱，就像我跟你。你是要和我求婚吗？
你愿意我为你戴上吗？你会一直爱我吗？会。会一直不离开这里吗？嗯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你愿意为我去死吗？现在有关诅咒的人和物都在这儿了，我终于摆脱诅咒了。你在说什么？诅咒不是还在吗？马上就没有了。告诉你个秘密吧，其实昨天晚上我也参加了献祭，我用自己所爱之人交换了诅咒。我会彻底的忘掉你，就像你从来都没有出现在这里一样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神州，你不会这么做的。七天时间能有多了解我？我二叔把你秘密安排到我这里，我一直在假装不知道，只是为了让你主动靠近我，最终爱上我。你对我的爱，才是解除诅咒的唯一方式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七天而已，你竟然会这么爱我。不过这样的我，值得吗？所以，自始至终，你都在骗我，哪怕片刻的真心都没有过吗？没有。你别过来。神州，你真可怜。从今天以后，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如果你想这么活着，我成全你。怎么回事，教授？刚刚明明有波动的。新药已经使用第七天了，也就是第一个疗程的最后一天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不会的，刚才监测的身体数据之所以急速下降，正是因为药物的抑制作用，从而伤害到身体，刺激大脑，恢复正常身体机能，从而做到唤醒的作用。可他的嗜睡症情况比较复杂，还有心理疾病的因素，就算这次能够醒过来，如果不能找到真正的动因，还是会复发。可是他毕竟不是植物人，一定会醒过来的。这次的治疗方案就是专门针对于他的，
沈舟，你如果想继续第二个疗程，就必须要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三个疗程里，一定要用三个故事来作为刺激意识的辅助治疗呢？爷爷是小说家，这些故事都是他写的。我只是把我们之间的恋爱经历编了进去，这样即使在梦里有什么意外，他也能靠着对我的牵挂撑下去。啊，我叫屋檐，你呢？沈舟。给，尝尝。妍妍，你捡回来的斑也吃胖了，他很想你。小斑说，我们的女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妍妍，对不起，为了配合药物治疗，我只能在你潜意识里那样刺激你，这样都是为了唤醒你。妍妍，我好想你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沈舟。教授，没事儿，今天的故事就要结尾了。还有段对白我没有念，那是他最喜欢的话。我希望可以成为我们新的开始。拥有异瞳的占卜者，不仅会打败这世间最坏的运气，还能在欲望的沼泽里抓住一束光。那束光会指引我走出欲望的迷雾，找到需要被拯救的灵魂。那个灵魂是你。教授，看来病人出现剧烈反应了。啊！爷爷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你快醒醒！我都跟你解释多少遍了，那个只是治疗实验，不是真的。你这次发病睡了十多天，我们只好换了新的治疗方案，包括那些故事的素材也都是出自于你的小说里。那霸总虐我是怎么回事？我承认我是在人设上做了一小小点的改变。你们女孩不是都喜欢渣男火葬场吗？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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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我们回家了我跪键盘好不好？嗯。你病刚好，要好好休养，不要生气。嗯。你瘦了。我说想出来走走，你背着我怎么走啊？你呀，
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？这海水太凉了，你身体刚好，我怕你生病嘛。走。这才是真正的踏浪嘛。我也想下来玩。我们上去休息会儿吧。等一下，这个戒指不是应该在我手上吗？怎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有意识对不对？其实我是偷偷给你戴上的，后来又觉得不太正式，又怕你睡觉时手肿，所以我就摘下来了，想着等你醒了以后，我再亲自给你戴上。这不是你解咒时用过的戒指吗？我可不敢戴。试试。那如果戴上，就这辈子都不能摘下来。你敢吗？一辈子都不摘。